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吃一家非常好吃的火锅店，哈哈哈！我已经去吃好几次了。我带你，我一开始是我带李承勋去，然后后来我又带李慕辰跟李承勋去，然后又后来我又带，李承勋又再去，然后我又再带李慕辰、李承勋、李承熙又一起去，然后上次我又自己一个人 solo 去。这么多次我都还没去过。超好吃，真的超好吃，超级好吃。他的冰淇淋有够难吃啊！有一个。什么口味？薄荷吧。哦，薄荷、哦。那是你不喜欢那个口味。那是你不喜欢，你不要吓人好不好？对，不要吓死人。那陈勋，你吃你觉得什么最好吃？肉雪碧。你猜一桶什么最好吃？爸爸，你觉得一桶什么最好吃？我很喜欢他那个雪碧手做酸菜。超好吃，而且爸爸不吃牛，吃那个猪肉，超级赞。猪肉超级赞，酸菜有沙，有酸菜啊。有啊。要淋酱吗？要淋酱吗？不用哎、欸，爸爸去吃，爸爸都没有淋酱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离我最近去吃一桶啊，我从第一次去吃一桶到现在，我都没有淋过酱。但它不是就是起来味道很重那种，不是，它是就是。我觉得它是食材新鲜，然后味道好。哇！你看我都去几次了。到啦！噔噔噔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就两个。居然在我之前，结果两个都睡着。常常买的面包店旁边，这逼我进去逛面包店，完蛋！完蛋！两个捣蛋鬼睡着。对，两个捣蛋鬼睡着。好，李慕辰说给你吵累了，对，吵累了，对。不会吵，哎、欸，爸爸，那你要开一下窗户，等一下再来带他们。慕辰，怎么啦？要不然我们去逛个面包店再来啊？你这么胖还在逛？怎么叫我这么胖？酸菜啦，这个酸菜，这个超好吃，这个超好吃。那我来。生意也不错啊。超好的，好吧。等一下，爸爸拍一下，等一下，哇哇，太棒了！吃不完了，吃不完，哪有那么夸张？不会啊，不会吃不完。你看，看来我太太真的是蛮满意的，对吧？拉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先放着，先放着，李慕辰。你先放着。你要下课文的时候给我下哦。开吃。开吃。都可以加好多鸭血，而且它那鸭血太大块了吧！天哪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！啊，超值超值，而且鸭血又好吃。哎，这边也要，对，你看每一个鸭血豆腐都要，各3块啊！啊，
你看啊！谢谢谢谢谢。好吃。你看这鸭血，太肥了吧！鸭血豆腐已经加了，刚刚加了第四次，所以它是20鬼。我已经加了第四次了，刚刚是第四次。20鬼。真的，外国人来介绍台湾美食要吃什么？就是鸭血。没有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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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腐也是。哦，这卤的真的好。啊，我就知道，那豆腐也是外国人来这里要吃的吧？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吃我们豆腐跟鸭血啊。这是我最爱的黑猪脯肉。对，只剩三片，他刚才下错。我以为那是送的，我还大肆的狂下，然后给小孩吃，因为他想要叫小孩赶一锅满500有送肉啊，结果他以为这个是送的肉啊，然后把它给我夹一大片给我放下去了，啊，不过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人生嘛，对不对？我刚才在讲这一家青菜我很棒哦，因为它的盘子真的是做得太好，超级棒。我们妹妹请的第一口是鸭血，超级试货。我也是鸭血，我们吃外挂。哎，你刚才讲说鸭血什么软软的不好吃，水水的。对啊。那上次你觉得好吃吗？那我还是吃鸭血啊。好啦，鸭血王。那你有第二个封号鸭血吗？妹妹鸭血好吃吗？好吃啊，不错啊。妹妹，你上次是不是有来这一家？有吗？没有，有吧？你不是有来过？你又忘记？你还有喝雪碧啊？我们还三个一起干杯啊，对不对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还三个一起干杯？对不对？有干杯。对啊。鸭血好辣。为什么这样子？是觉得豆腐比鸭血还要好吃啊？你觉得豆腐比鸭血好吃？而且吃完就不会辣，然后那个辣就直接走。哇！你好多事哦！哇，好夸张哦，太夸张了。这家东西你看有多好，是光光的。而且它的汤可以打一个蛋，这一次新的尝试，因为我刚刚点了一个蛋，我想说，哎，我也跟着点一个蛋，应该不错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它这个酸菜，我太太也说很厉害，我太太也是客家人，吃这个酸菜专门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现在去挖冰淇淋，等下来看看他们冰淇淋挖的会有多厉害。这边有明治冰淇淋。干，然后又可以带小孩子来吃，然后小孩子吃了又开心，然后他们还可以打雪碧，妹妹，果汁，妹妹，苹果汁，你最喜欢吗？